也想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生公务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不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区的多亲咱加05感恩。咱若需要香品的寄送，然后也是寡保养品的，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吼，要寄送服务，咱直接卡姜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节多请咱加05感恩。来，有人师姐呢，讲要听这个《龙华会归乡》啦吼，咱就来送给咱师兄师姐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今天讲现场的，吼、哦，现场啦吼，目睭客客同款，用嘴讲，不是用目睭讲，就是用嘴讲尔。目睭甲客客客客啊讲，同款会当讲啦吼。感谢恁的关心啦吼，啊嘛感谢咱的师兄师姐吼、哦，啊关心梅香的去甲豆类处理好啊吼，啊今嘛是会当正常的，就是小可目睭客客，吼、哦、啊休息一下。来，咱今晚来听《龙华会归乡》，母娘保佑哦，大家平安。
咱母娘一个信瓜啦吼，但是母娘总有母娘要说的话，啊，信瓜就哪回倒啦吼，啊，咱就甲母娘呢，有话要来甲咱讲的，伊讲冬休啦吼，等咱明仔载就要公休嘛吼，明仔载礼拜六有公休课，也有易经课。那共修呢，就是勤策勤力。那那勤策勤力共勉，才叫共修，才叫共修啦吼。伊讲共修之间爱互相体谅，互相鼓励，大家拢会当伫一个因缘当中汇聚在一起，这是多么不容易呀吼！所以阿娘讲，同心协力，吼，今日唔通呢收一个股票的刀啦。吼，唔通收一个国币的刀，今仔日要收合群的刀，吼，爱合群，爱有慈悲心，爱有爱心，大家做伙同修同进，团结着力量。同修如果受苦难，就爱关怀，爱去甲斗相共，兄弟姊妹都拄着困难，帮助伊发挥，所以叫做发挥着这个同胞爱、同修的爱，这才叫做温暖。所以母娘说，共修呢有什么好处？就是群策群力共勉呐、啊，就是这个好处。所以慈天毕生宫才成为一个共修的学校，就是大家拢来做伙学，就敢那学校同款。有时阵一个关怀，会予一个跌落伫坎底的人产生了希望。哦，咱所谓心性菩萨，你强调啦，强调讲修心唔修心，但是未明道之人呐、啊，还佫是咧争名分，即个争权势。修道人会当下就爱下，爱下掉内心的贪嗔痴啦，命爱家己去珍惜。尤其是咱介入了即个宫庙内底面的即个老庙，有管理委员会啦，有即个董事会。董事会、管理委员会有时阵会去影响到咱的神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力量展现不出来，人争权得利的力量反而很大。就是咧讲权力大，人为的多，神为的少。人为看过神为，那这间庙啊，就是要管理委员会、甲董事长会、吼、甲董事会掌控去啊。啊，神坐伫遐，嘛无能为力，无在想讲要安怎来为众生，要安怎来处理。人呢，若伫遐伫坐权大利的时阵，就产生一间谬误，吼、哦，会产生足济派啦吼。啊，嘛产生具体毋知影要安怎跳，啊，要安怎跳，则是即个董事会有介意的。啊，要安怎讲，即个董事会甲即个管理委员会、主任委员坐，因则会。大家做伙来讲心，无遐简单呢。所以讲伊讲吼，人会不断的衰弱，随着大环境的变化，你要懂得去理解啊。人人都有一段苦，要了一段吼执着，但是问自己尽到了没有？修道如果若袂当尽心修炼，随家己的习性、个性，那就会随业沉沦。你要怎去付出？上天绝对袂辜负有付出的人，上天绝对不会辜负有付出的人。但是，咱若无真心修炼，你就会随着这个业来沉沦。母娘常常安尼甲恁教诫，讲修道爱见境不着境，沉着家己的心，你要存着自己的心啦，叫做沉。吼、哦，咱人呢？会晓有智慧，有真智慧，你就会当应万变而变，应是非而不非，莫休动荡当中，更加在心性上下功夫。问问自己，你高傲心去除了没有？阿娘安尼甲恁讲，即个囡仔囝，你的高傲心去除啊未？如果若还未去除，你还阁是假修行，你还毋是真修行？真修行就是要改变毛病，去掉脾气。越是吼幕后动荡的时候，越是需要更多明理，
人力是修，真修实练的修行者来安稳大局。你若不是一个真修实练的，而且所有的修行人，要哪去安稳，要哪去人力去实修？所以讲真修实练的修行，要安稳这个宫庙，吼，不管大经小经，要哪去安稳这个大局？真正下功夫的来超越咱家己，向下爱扎根，才能向上提升。行有不得反诸己呀、啊，反求之己。这是每一届母娘常常一直在讲的，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座右铭，足重要、足重要的座右铭。这个座右铭你若落无掉啦，吼，是咧落宽里明细，安尼呢，你伫迄间宫呢，变成是。无法度有正对正见的宫庙啦，只有是干那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吵名，啥物人要选到主任委员，啥物人要选到总务，啥物人要选董事长，这呢，咱的落入吼，个人家一直在争执权力，一直在争执名利权势，行有不得，你不是责怪别人，而是反求自己，这是清凉啦。叫咱爱学心的清凉，过来因为反求诸己呢，所以德性才能够培养。佛性的作用就是一粒觉悟的心，定定去找家己的问题，提升咱的反省能力。母娘这样说，这几句话会记哩，把记录掉。当你去找出自己的问题，你就会提升自己的反省能力。伊讲，你啊，你路爱行，路爱去行，才会到。坎坷的路爱靠家己去填平。先啊，讲坎坷的路爱靠家己去填平它，爱个家己个填无白。崎岖的路爱靠家己去应变。考验来临啦，爱家己去琢磨。困难的代志是爱考验咱的智慧。遇到困难的事，是要来考验我们的智慧。别再停顿了，一心了愿去吧，一心了愿去吧，娘啊囝，会当体会舒心，会当体会无义，奋勇修班，这才是文殊贴心的好道理呀。大家唔是拢爱好好啊体贴文殊的心吗？努力去做好大事吗？这就是咱。母娘今天讲了一小段，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修。修如果没有办法修出一个境，我们只是在修一个外表，在修一个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权利，我们得到的是哪里的名士，你都带不走，因为今生今世什么你都带会走，只有你的功德你带会走。啊，若是带业去的，你就是唯有你的修行无修到，但是你带淡薄啊业障，你会带会走这些物件，剩的量带袂走。所以母娘还是要这样讲啦，吼，希望啦，咱这娘仔囝会当随着母娘的脚步，一步一脚印，好好的跟随着母娘走，瑶池仙境。要的圣境就在你的面头前啦。为什么三救苦天尊来到人世间呢？都是在度化人天这所有灵啊。七月就要到啊，哈，过无几天就是七月了。所以七月呢，我们要仰赖救苦天尊、救拔天尊。会当予咱呢吼，向往东方琉璃圣境，琉璃世界啦。So
太乙救苦天尊的大慈悲愿力啊，我们今年的啊，我们的这个功德法会参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了，所以我们感恩，感恩我们这同道师兄师姐对慈天毕生功的秋季法会，不只只是拥护赞叹，大家都尽心合作，尽心来扶持我们的秋季法会。三救苦天尊呢，当然是慈悲啦，吼。那秋的时阵吼，咱会使念三救苦天尊啊，吼，念三救苦天尊。早起呢，我有来这篇啦，吼，是师兄，伊讲主气东来千江水，末法三奇竞相逢。林海翻起无明浪，神气点化占定海。梵音入心莲花开，定慧解开地心自在。心顶化石光普照，万缘光聚聚千祥。相合应应人间境，道心灵台何求无。这是在讲紫气东来，我们要修行的人一定是好，咱讲紫气东来是神仙嘛，这紫气东来都是神仙境，好，神仙境。既然紫气东来是神仙境，那当然了，应化在千江水，末法三奇竞相逢，就讲咱今嘛末法三奇，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啦，吼，竟然会当拄啊好伫这个三奇末劫年啦，吼，咱大家来修度。在这个末法的时阵，拄到名师；在这个合末法的时阵，去拄到真济真济吼，即个所谓功德的贵人。所以我们呢，启发了灵智。所以跟你讲，沉海翻起无明浪，咱是沉海，就是在哪里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啦，沉海业海。所以咱来讲业海波涛，吼，所以浪不静。就是在讲到业海滔滔浪不静，为什么浪为什么没办法静下来？既然沉海翻起无明浪，咱人就是安尼，唔只系一直咧轮回啦，轮回轮回，即世轮回，吼、来生个轮回，一直轮回。甲咱讲神气呐，甲咱点化，就是说这么多的神仙来到这个吼、世界人间来讲道说法。这个心气给我们点化，就像定海尖一样，像尖在定海一样，有定海尖、我们人呢就像有神来给我们指示，就像指示我们的方针的意思，我们的方尖在对、他给我们指示我们的方尖，所以他给我们说梵音入心莲花开，就像美香现在常常在播的这个梵音，这个梵音呢，您听了会欢喜无？会啊！梵音入心莲花开无？会，定慧开地心自在嘛？会，因为有这梵音，有这老师的讲道讲课，会当让你心花意解无？会，那心顶化是光普照，绝对的啊！心顶若有实现啦，绝对佛光会给咱普照，善缘广结呢。自然就具足了千祥嘛，具备了，具足了千祥，祥和盈盈人间境啊，道心灵台何求无？人若是有在行善根善路，当然啦，你就有迄个机会嘛，会遇到好的。啊，这好的所在是要安怎，互咱从这个平常时去体悟了解。你体悟了解，吼，你来体悟了解，好。那徒弟咧说，持天徒儿住四湖啦，讲诸天多离住四海，四海四湖，习性习气为可观，自信满满也悟道。上天入地一凡间啊，吼，悟人悟己，语一句，
静心修炼等功气，地功千里点一窍，转灵真经心清净，现现现语现言现语不多说。这嘛是吼，咱的慈天必胜公的徒弟啦吼。既然呐，咱这道理吼，五湖四海拢有啦，拢有人。但是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习性甲习气，这就敢那考试单同款。但是你若自信满满，会悟到你家己的真定啦。上天入地嘛爱一番的功夫啦，五人五句一句话就够啊啦。你要五伊嘛一句话啦，吼一句话。伊参袂透，你就耽误伊啊！一句话讲唔对，你嘛耽误伊啊！叫做五人五句，语一句，静心修炼丹功气，地光千里点一窍。那母娘甲你点窍，点灵，点清，点净，让你会当转灵真经，心清净嘛。现言现语不多说，讲迄个现的啦，讲咧三十三天地外，人白白无迄种叫做现言现语。现言现语不多说啦，因为佮讲嘛是安尼啦，吼安怎翻嘛是伫遐咧翻啦，吼但是真正爱听有，真正听有你才有感受啦，那听无你安怎嘛无感受，所以呢吼，我们呢还是要用这样的方式，静下心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因果故事，好，这因果故事是从哪里来？当然都是有很多记录啦。无免闹，免闹这个故事。讲念佛、念咒、念经，拢是有福气的人。这印光法、印光大法师，对这个印光大师甲一位法师伫个路上去拄到一个乞丐。这个乞丐呢，十五六岁的囡仔啦，吼，伫做乞丐，看上去呢，并不是很饥饿的样子。一直跟在后面向大师要钱。十五六岁的囡仔看起来都唔是讲足枵的，嘛唔是看起来讲那像安尼足落魄吼，足邋遢的迄种落魄的孩子。为什么他老跟着法师后面要钱？法师慈悲啊，施舍！法师慈悲，施舍！这印光法师呢，吼，是甲伊就这个大师就对迄个乞丐讲啊。伊讲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就付你一文钱。啊，这个讨饭的囡仔吼，啊死都唔念，都袂瘾念。你要给我，你就给我；唔给我，你就卖给我。你要叫我念一句佛，换你一文钱，无，我唔念。大师所性呢吼，伊就甲讲啊，好啦，你讲一文钱，叫你念一句佛，你感觉？这个佛无价，大概一文钱尔。啊，无你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给你十文钱。伊嘛同款讲无爱，无爱念。一句佛才十文钱尔哦。他拄仔你给我一文钱，我都无爱念啊。你即马佫加十文钱要叫我念。阿弥陀佛才十文钱，念一句阿弥陀佛才达十文钱哦。伊嘛是同款索性不念，他就是不念。哦，这个印光大法师呢，索取出来的钱袋给他看，数了数，大约有400多文钱呐、啊。伊讲好，好，好。大师甲你讲，你念一句佛，我给你一文钱，你尽管念，你尽管念，我就把这个袋子的钱全部都给你。意思就讲，你念一句，我就拼一文钱哦。我只有400几文钱嘛。你念400几文钱，种种给你。这讨饭的囡仔也是无动于衷，坚决就是不念，眼睁睁的看着这袋钱，自己却怎么也念不出一句佛号，得不到钱，孩子一股怨气，当街就哭了起来。大师仰天长叹：“佛啊，佛啊，叫伊念一句佛。”啊，给一文钱，也不是叫他做工作。伊为什么就是嗯，给伊一文钱，摇头离去，一路走。大师对同行的法师说：“这个乞丐太缺乏善根了，为了骗钱都不肯念佛。只要他肯念一念，善心就来了。念一句佛，利益殊胜啊！哪怕他只是骗钱念佛，也是种下大善根。为什么他不要？”
这个东瀛的法师就给他笑了哈。伊讲虽然伊唔肯念佛，但是已经听到你念的一句佛，伊就正下成佛的金刚不坏精智啊。因为你甲讲你念一句佛阿弥陀佛，我就给你一文钱；你念十句的阿弥陀佛，我就给你十文钱；你念四百几句的阿弥陀佛，我就四百几文钱拢给你。啊，你唔是已经拢甲提念了吗？哦，那个法师就搁甲讲，你已经给他种下了成佛的金刚不坏的种子啊，生生世世他会伴随着他，日后净缘会合的时候，佛和精智就会对伊的心肝浮出来，成为入道得道的因缘啊。这个印光法师呢，雄雄呢点头，哎，是哦，大师点头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人家出家，五百大罗汉拢讲，伊无善根，袂当出家。佛讲呢，此人无量劫前，拄到老虎逼追逼的时候，情急之下念了一声南无佛。如今呢，善根成熟，将得度成道，不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听见佛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。所以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介绍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人们只要听到菩萨的名号，就能获得无量福。经上还记载有一位国王呢，害死了他的父王，霸占他的王位了。七日后呢，当地地狱，这个阿罗汉呢，教他说赶紧念佛忏悔，赶紧念佛忏悔。这个国王呢，至心念佛，整整念了七天，一心不乱。国王死了后，来到地狱门口口，念了一声南无佛，结果就是地狱内底面所有有罪的人拢得到解脱。所以讲吼，解冤解结唔是无方法啦，吼。啊，咱念西方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吼咱的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道教念三救苦天尊、雷声普化天尊。念我们的道德天尊，念同样一样的功德啦，只是说不一样的法力，会不一样吗？一样啦。但是呢，人呢总是有一个佛号的定位，我们信的是什么，所以儒道术 三教嘛， 同一个教理。所以说佛法经三宝，还是道经书三宝，啊，是儒道释，吼，三家已经合作会，吼，所以讲五教同源嘛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不必去体会说，到底我要念阿弥陀佛比较精准，还是念救苦天尊会较兴，会较灵感，会当消我的业障较紧。咱人的心若有愿意要求忏悔，消业障就真紧啦。啊，你也无愿意要求忏悔吼，你消业障就真恶啦。那一定的啦，你念甲愿都无到遐，你干那要用一句佛号抵掉你所有的因果，那有可能啊？那是一定的啦，吼。来，这地就是咱的师兄，足怀念、足爱听的啦，吼。我有甲伊讲吼，这。这地叫做破戒心莲呐，哈，破惹心莲。
这吼，就早就早吼，红妈留落来，还有这个吼，啊，讲圣意啊吼，红妈留落来圣意。伊讲龙凤接旨游心团，刀剑法宝行量衡量难呐，天时耗时费心着，战战叠叠盼圆满。一步一印诸类地，何赞各类心应心呐、啊？罢了罢了，不相逼，难忍灵类穿石地，苦痛干熬莫唔甘，行修依佛于滴滴呀，离滴于啊，于此法门正道步，挂日无娘。爱灵心，世道如此乱以急，跌跌撞撞，灵何去？寸寸血泪何救急？天口不止求无音，五秒不忍降处罚，流苏以舍地摇声，牵引苦海，浮沉者，度化茫茫。苦灵心，大门一开，太极进，入亦不入，随之意。啊，就是咧讲母娘啦，吼、哦，讲恁这龙凤接旨，嘛是由这所有的吼、哦、上天所传来，吼、哦。但是，伊甲恁讲法宝啦，啥物人的法宝较厉害，啥物人的法宝较厉害，足歹去估量的啦，爱看你的。看你的心，看你的意，看你接的到底是啥物？吼，像咱有真济吼，真济宫庙所念旨法旨嘛，拢无共。所以甲咱讲，你要怎么去衡量？啥物法宝予你，啥物旨予你，你要做啥物？伊讲这拢足歹去甲估量啊，是爱看你家己的功德力有够无？天时耗时，就是讲即马已经吼，咱常常拢把它耗着、费着，吼，叠叠累累。一步一印，母娘就是安尼，一步一脚印，吼、哦，拢伫咧走找这些所谓灵根精子。啊，一步一印，诸类地何赞各类心应心。所以甲恁讲啊，罢了罢了，无要甲恁逼啦，难忍灵类穿石地啦。你讲目屎滴个穿石安尼，所以讲苦痛难熬，无唔甘啦，行修亦修。于地狱啊！你先修于火，你要不要修？要不要火定？你伫这个所在吼，一卡入一卡出，吼，到底是要入也要出来？你嘛是伫遐咧地狱啦，到底要修还唔修？
咱会阁怀疑这个法门有正啊无正，所以讲挂念着咱的母娘的爱心啦吼。世道遮尼啊乱啊，啊嘛遮尼啊急啊，啊大家拢是跌跌撞撞，寸寸血泪，呼急呼救急，啼哭不止求无音。那咧艰苦，踢着铁棒啊，遐就来母娘啊，你救啊，母娘你来加加开下，吼、哦、开温下罪，吼、哦、啊就是安尼啊。五秒不忍降处罚，流苏一世地摇声。要尾就是爱看恁啦。吼，堪忍苦海沉，一个浮沉者呢，多化茫茫苦苦灵心。大门已经开啊，鱼啦要入来，吼入亦不入啦，吼要入来也唔入来，随见你的意思，随你的意思啦。吼，你的意思若有到遐，你要入来你就入来，啊若唔入来，吼啊伊嘛无。无可奈何啊！是啦，讲要甲你用拖的哦，神绝对袂甲你用勉强的，他是不可能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时啦，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啦，吼，动用就是咧讲今生动用，动用就是有机会嘛。啊，若无动用就无机会啊。今仔你若无动用，你就接袂到迄个信息嘛。啊，接袂到迄个信息。哦，你哪有可能讲哦？你今仔日当安那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六月二四嘛是恭祝吼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啦吼、哦。啊，六月二四嘛关圣帝君啦吼，关圣帝君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有真济尊啦吼，拢是六月二四寿诞啦吼。啊，六月二三叫做火德神君火神爷。哦，咱捌听过火神啦吼。哦这个火神爷可能较少啦，较少名声，较少讲吼。乾元四品科校火官，吼运符乾建，德合黎明，居太阳丹天之中，宗祖哎，咱就是讲通祖辅助生之节，性德在好，严德持行，公参祖以三元，气运行以四月。驾车龙二行，南绿昭明，英赫之江，独珠灵二献丹台。这就是在讲吼，咱恢恢荣耀，兵兵照临，大悲大愿大圣大慈，赤红上品，三气火官，炎帝真君，东阳大帝，南丹巨寿天尊。吼、哦，有时火着神君吼。道教尊位叫南方执法火德英赫神君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有时较少人咧拜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这个南方，吼、哦，南方的这个神君，所以较少人讲啊，六月二三都是咧拜神君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火德神君，火德真君主长养万物，独有托离如世人运气较歹，都有灾厄。吼、哦，病疾，吼、哦，要安怎去解逢凶化解？南方火德英赫神君，火之精，赤地之主，执法之星，其精下降为风魄之神啊！相遇十月，入太微受受，光照八十万里，境约一百里，两年一周天啦！吼、哦，两年一周天。所以，咱的火德神君是伫这个南方之德。炎帝兴权，神为东海之君，真人四合，玉精铸璧，金玉连形，学参风外之师，善事宫中之影，随机应化，发誓度人。所以呢，咱遮有咱的南方的这个吼，火德神君圣诞啦，一般拢认为是六月二十三啦吼，但是伫大朝当中，一般是五星七曜嘛吼。一般拢设有这个五星七曜，啊，七曜就是伫咱这个科技当中，逢请五星七曜神君降诞，转变这个年运啦，吼，祛病治邪，会当积福恩缘，会当参拜星神，迄叫拜星神星啦，吼，拜星神星，吼，就是咱那是十一月吼发挥了后，就过来就做九曜嘛，吼，九曜就五曜。五曜其中的一曜火曜，啊，就是火德神君啊，好，火德神君。所以讲，
火神信仰、火神的崇拜起源伫上古，对这个火崇拜，对咱的五行人性的变化的信仰。道教产生后，继承并发展了古老的信仰，产生了具有人性化的火德星君。火会当给咱人类带来啥光明？咱人咧寒的时阵吼，咱会用茶甲堆堆咧甲点火，会当给咱人烘烧。但是咱较早若无电火的时阵，无电、无发明电的时阵，嘛是得用灯啊火来点来点光。吼，啊，咱要煮食，无通好煮，嘛是要用火。吼，去甲用茶来煮食，米才会当变成饭嘛，菜才会当变成食材，互咱食。所以这火着神君呢，对咱人的人类，吼，真重要啦，吼，真重要。吼，道教吸收各种方面的文化，对火好神的这个信仰增加了扬善发恶、求福、增寿、求官、求财，以及家体平安等的内容。吼，几乎是每一位神神的人，每一对。神灵的神都有惩恶扬善的作用，火神也不例外，火神也不例外。太上显动显灵宝消灾火灾，咱讲有这个火灾经，这魂啊火神啊拢是，所以讲咱爱重视啊，过来就是讲有不敬天地三光者，就不好不忠的人，有起有曲。吼，生道吼，即个亲笑吼，即拢是咧甲咱讲吼。人为虾米爱有这個？就是咱人吼，若唔对吼，就成为吼一个暴击横取的人，是一个无良心的人。但是咱若无良心的人，爱受着啥？爱受着天罚。吼，做唔对的人嘛，爱受着天罚。就即个叫做报应。吼啊，既然啦吼，伊就是输出之神，行游即个世间，伊有即个记录考验。所以他可以造型天法，牵火波临济，所以你也很笑到的，这样不信神不信佛，做什么事都是违背良心，你所赚的那个钱，如果对这个我们说空气污染，或是说对这个人民百姓有害的，钱你如果赚很多还很摇摆的，火神就够了，火神就够。但是如果我们人可以改过迁善，信奉经教，有灾之日火神嘛会安怎？会甲你吼，咱讲灌地罪天，吼灵宝安全呐，吼灵宝安全。所以咱讲消灾解厄嘛是火神的职务之一啦，嘛是太上动真五车必受经内底伫讲的。五星之执掌时，南方火德真君主掌中央万物，吼这个德有动迷如世间人的运气。有倒落灾难疾病，嘛是会使点灯啦，会使点灯，吼点灯就会当甲祈福，点灯互伊光明，然后点灯互伊光明。火神居在三气南丹圣境，位处离宫，因此有遇南道供养，吼拄好加做伙南道神君，信众向火神祈报，内容嘛是增加了增寿升官，吼家体平安。火官报告内底，你甲恁讲啊，嘛是咧讲这個，所以咱讲太上咧讲南岛绿树恩寿度人妙景，南岛位处一离宫嘛，明堂日耀，主事阳光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若咧讲要精简吼，啊，即绿位啦吼，啊，绿风啦，恩报啦，恩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甲即个所有诶无好诶，即拢要甲去除。导这个消灾，就消灾导厄，增福延寿，保家属的团圆，祝福经济灵益，福免诉讼。吼、哦，咱讲吼，消死助生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南岛祝福，南岛祝福，北岛消灾。啊，伊就是咧甲咱祝福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当地上将道士，吼、哦，设酒求请，无不如意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讲寿国森林。丹天圣境，这就是咧讲到南岛南方属火，但是南岛属火，南岛属火当延寿以外，照贴文昌运，取要取这个功名，加官进禄，嘛是要向火神祈求呢，重要科仪啦。吼、哦，就是拜这个南岛祝福北岛消灾，过来拜这个南方，南方的火是属啥？属庚，
属光亮、光明的意思。要考试要创啥，嘛是爱靠求啦吼，爱靠求。你有靠求，自然就啥，自然就会当得到，吼，得到功名利禄啦。啊，那无，咱嘛是有认真有打拼。每一个人吼，只要有认真有打拼，自然就啥，自然就吼心性甲咱下攀嘛，心性甲咱照顾，那是一定的啦吼。来听一段圣歌，然后再来开讲。咱即块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咱就听一段啦吼。还阁有一点仔时间来甲咱的朋友开讲啦吼。讲内观显明，你才会当产生着性空滴滴。啊，若性空滴滴，甲即个内观显明有关系无？一定嘛是有关系嘛吼。拢是咱心性上的修炼的要法，嘛是过程甲境界。当咱人心性安住，会当安静的时阵，必然对疏离的天顶外物诱惑不入于心脏，也不入于心胸，你就是放空。放空呢，心功的灵现，住处超然，无杂，无这个繁杂的困扰，你会顿生足侪智慧的。就是咱讲日常生活的事故啦，吼，当中会当予咱人什么款的生命意义啦？大致宇宙信息很容易灵应交融。平常时啦，平日咱无了解的时阵，咱就会迷惑啦，吼，就会有疏离的问题。在咱的心灵空明的状态下，你会开启自身，吼，深层的智慧，缩减我们盲目的追求。会无？会啊！咱的缩减咱的。盲目的追求，时间会用太多盲目，用太多的盲目时间在那边乱撞、乱撞，怎么撞撞不出来？不会误了我们有限的生命时光吗？一定会啊！你那是吼盲目追求，时间用很多，吼无正知正见去看你家己的观念，吼你家己落点落得对，你应该是要安怎做？迄叫做目标。那个目标呢，你大家缩短，
好，你家己就会知影讲，哦，你应该要怎么做，你就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，也不会误了我们有限的生命。咱的生命才几十年啊，你哦，你几十年啊，伫迄个所在，伫遐硬硬塞啦，啊，伫遐咧熬，伫遐咧熬，熬袂出来，安怎找都找袂到你的方向感，安怎找都找袂到，讲你到底爱安怎做才是对的。安尼为你浪费你的生命嘛，浪费你的时间。这种心性的修炼叫做性空，吼，唔在地。啊，你若性空唔在地，看要安怎就好。人呢，吼，知影讲要安怎悟，才知影讲这叫做福。知人者智嘛，自知者明，这是《道德经》内底有讲。讲人吼，有法度修行，修甲空的时阵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知人，知人者智。自知者明啊，吼！啊，你的心性的修炼，有时啊有命功甲性功啊。在咱的足迹功夫的静坐过程当中，有时候会有浑身的轻柔、轻飘飘、白茫茫、空灵静寂，非常舒服、愉快的感觉，有那种哈、笔墨没办法形容的快感，会让静坐者继续勤行修炼。试图不断的感受与精进，有人会安尼无？你当然嘛有，你有精进是精进，伫你有感受嘛？你今仔会精进，你会照时间，就是因为你有感受到迄个精进，你感受到迄个境，有树立安怎轻飘飘，浑身很轻柔，越做越轻松，越做越有心得。安尼你会规则无？会，你会按部就班。好，咱呢有时啊恍然呢，可以感受到自身体呢气血的循环呐。好，咱甚至也个这个五脏六腑的运作，这种元神的灵性的来源，只要有一段功夫啦，哈，一段功夫。一方面呢，咱会当自我疗治五脏器官的修补，还有养护它，扩展到精气神平衡。你精气神啊，平衡充盈迄个状态，都是命功健康。长寿你都有方法啦。你要怎么长寿？你要怎么样？好，时常在练功。你要怎么练？好，这就是咧讲讲哦。咱今日个治病原理是伫对，是另外一方面的身心的精气神，伊咧平衡充盈咱的五脏六腑，对事物的认知会有更明白。清晰的体认，这就是内观显明。内观显明，这个内观就是自我的透视体察，显明就是奇妙神奇的事物的探究。你有探，有研究，有所知，明白，你就是认知了。性空甲这个知地是静坐伫个心性修炼当中，获得了一种灵明。你若心性有修炼。好，伊就予你一个足好的灵明，它能开启智慧，变化气质，创造不同的生命结局。咱人要安怎创造无同款的生命结局？换言之啊，心性的修炼初阶段要体悟到内观显明，进而性空地地，内底愈入去愈入去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但是会当过这个关，你就会当超凡入性。超性入神，生性生佛，生神生仙之道，离咱无外远啊啦！啊，既然离咱无外远，咱又阁继续阁较强，继续阁较精进。性空之智，就是一种人生的修养。人生有两大要项，就是心性爱修，生命爱用。生命修，相修才会相依。好，咱完成咱人生的目标。如果心性啦无好，咱就会做迄个祸国殃民的代志。啊，这种只不过是人面兽心而已啦。好、哦，咱迈入，我们现在已经迈入21世纪了，由物质的发达，好、哦，这种人越来会越多。像我们当今的社会，国内外就很多残杀父母亲啦、无端杀人啦、横政暴虐啦、半夜将成熟的稻作毁掉啦。好，百姓，好，这所有的损失啊，有的人还会幸灾乐祸，好，幸灾乐祸了，就讲啊，别人安怎，迄拢无咱的代志，无咱的代志，好，底下咧庆祝啥？
伫遐咧庆祝因的啥？因无拄到遮个灾难，即种个等于是畜生类的行为啦，缺乏人性的同情慈悲心。所以讲，咱人啊，欠少这个吼慈悲心啦，咱要安怎会当成空？吼，要来当地名，无可能啊！所以咱今日吼，这部时间到吼，没想来讲到这啦吼。而且呢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。明仔有共修啦吼，还有易经课，来，直接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静静盛开在心间。